这个呢是洛杉矶的 Rolling Hills 这个房子倒塌的视频，究竟保险能不能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 Rolling Hills 呢就是在 PV 的那边，这个可能很多华人会比较熟悉。这个属于山上的房子，咱们看这个倒塌还是蛮严重的。倒塌的原因呢就是山体的滑坡。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推荐大家去买有风险地段的房子。 你看这里写的，就是说呢，这是一达房子，就是十二栋房子，然后呢，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山体滑坡而疏散，现在呢，有更多的五栋房子呢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掉下这个悬崖。这个呢，我也咨询了专业的保险人士，咱们看这段话，咱们通常买的火险哈、啊，对于这种就是地壳的运动、地震呢，还有或者是其他的这些，通通都是不保的。那么如果这些房子有地震险的话，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？ 其实我得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，因为呢，这个必须被地震局认为是地震才可以。如果只是这种山体滑坡的话，那么是很难找到保险去保的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一直向大家提示的风险。